第一个就是开启这个 Eclipse 哦，开的话记得哦，就两个目录嘛，反正我刚刚这边有跟各位提到那个这个哈、哦，所以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哈、哦。这个是我们的编辑器，这个是我们 Python 的路径哈。哎、哦，啊你确定一下在不在第一碟底下啊、哦？如果有的话 OK 了，啊只是名称哈、哦，也许最好是先把它稍微记一下啊、哦，不然的话我发现同学好像搞不清楚这两个名称哈。哦 然后再来的话呢，执行这里面的执行档，并且设定哦，设定在这个 Windows Preferences 里面。啊，当然它假设我把它 remove 掉，重来啊 ，new 一下哦 ，browse。跟他讲就是你的目录是在 D 碟底下的这个，哦 ，Python 的3732。然后跟他讲，最重要是这里，就是跟他讲这个东西的位置，哦 ，Python 的执行档在哪里啊 ？OK， 好、哦。 然后呢，它也会顺便呢找到就是里面的其他的函式库哦啊，如果你设定好，应该就 OK 了哦，应该没问题吧哦、啊，因为这个动作一定要很确实哦做完，否则你后面要做练习就是会出错。好了 ，OK 一下，然后就 apply close， 那这样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开发环境就 完成了，就这样而已，应该没有太复杂吧 ？OK， 只是步骤可能如果还不熟悉的话哦，啊，如果你刚刚问卷里面有 email， 我有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了，你回去再看一下，好不好 ？OK， 反复看了哈，因为我进度还是有啦，所以我们可能哦没办法在这边停太久，哦，所以也就是回去一定要多练习，像这种东西哈，你回去不花时间要把它学会哈。 看应该蛮困难的，除非你资质非常聪明，哦，记忆力过人，哦，其实我记忆力其实还蛮好的，因为我看过一遍，我大概就会了，而且这环境是我自己把它弄出来的，里面可能要100个动作哦，可能我都把它记得熟，哦，所以像我去参加证照考试的时候也这样，他考9题，给你100分钟，不过我其实用了10分钟，我就把这个题目全部写完交卷了。 哦，应该是第一个教的 ，OK， 因为几乎把程式已经背得滚瓜，也不是特别背啦，就是你已经很天然的，有没有？很自然、浑然天成，程式哒哒哒就打出来了。不过这个可能是需要一点点这个哈、哦，你的天资啊，还有可能还有兴趣，好、哦，另外的话还有点热情，你要喜欢啦 ，OK， 我是觉得这东西还蛮有趣的哦，然后但是 不见得每个人都觉得有趣啦，哦，我只是我觉得有趣，我是尽量用有趣影响大家，哦，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哈、哦。OK， 好，所以这边就哦，刚刚这个应该可以记得起来了哈、哦。Interpreter 画面，哦，然后第二件事呢，接下来呢我们 OK 了哦，再来的话我要开始写程式了，好、哦，所以今天的话很快，环境已经 ready 了，接下来就是写程式了，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在写程式。 那我们要怎么写程式哈 ？OK， 第一个哈，先到这边 new 一个，所以特别注意哦哈，它的操作环境一定是 file 档案 new 一个什么呢？第一个，请你先找到 other， 其他的。那其他里面的话，因为它这个里面本来是写 Java 的啦，我们把它改成写 Python， 好 other 里面的话，请你找到那个 py 开头的 PyDev。 里面呢才会有一个叫那个PyDev 的 project 哦，特别就找到这个哦，它是在 PyDev 里面这一个第一个哦 ，OK 应该可以找得到吧 ？File new 哦 ，new 之后找到这一个，好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 next，OK、okay, 找到它 next 下一步，下一步之后的话呢，哈、哦，给它一个 project 名称，哎，它的专案名称叫什么？ 我叫 test 好了，我们一般习惯就测试，好，测试的专案。那底下的有个版本 2.7 哈，请各位把它改一下 3.6 好了。OK，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所以大概需要 new 之后的话，这个打一下1，好，第二个的话这边改一下，本来 2.7 嘛哈，把它改 3.6。第三个呢，请你选这一个选项，帮我产生一个 SRC 的一个目录 ，OK， 啊，把那个专案放里面。 所以选3，然后就 finish 就好了。OK， 所以基本上哈、哦，1、2、3、4， OK 哈，所以基本上就4个步骤，3、4，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建立什么？建立一个专案，那它就会帮我把那个将来你写的程式就放在这个专案里面了。OK， 然后把它 finish 好，好，然后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开了哦，你就直接把它 open 好了哦，好，直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时候专案就出现了，而且会自动帮你增加一个 SRC，SRC 就是 source 的缩写 ，source 就是程式码了。OK， 意思就是说哈，你以后的程式码都放这里面就好了。那我怎么产生你要写的程式码？再来的话，记得按右键，直接在 SRC 程式，这样中文意思叫程式码了哈。SRC new 一个什么呢？这个特别重要。如果将来哈你们要写程式的话，记得是按右键，在这边 new 什么 new 一个 module， 好叫 PyDev 的 module， 记得这个哦。好，那以后程式就写在这里就对了。反正如果你要写一支程式，就是一个 module 就对了，它的单位叫 module。OK， 然后那 module 的话呢，就会放在 SRC 里面，外面就是一个专案，所以它的结构是这样。啊，最外面就是一个 workspace 啦。刚开起来不是问你说，哎，你要放在哪一个 workspace 啊？所以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有很多的专案的话，你可以在同一个 workspace， 或者是你也可以建很多个 workspace 也可以，一个目录可能是写这个写那个，你可以把它分开来，没有问题。哦 ，OK。好，那我就再来哈，最后哈，我就 new 一下啊，再来我们就可以写一点程式，所以记得按右键 new 一下这个 module， 然后名称的话叫什么？也许我叫 P1 啊，随便给它一个名称啊 P1， 然后按 finish。好，然后呢，它会挑就选一下 OK 就好了哈，反正你看到 OK yes or no， 反正你就打一个 OK。那接下来的话呢，哈，我们就可以开始跑一些程式了。好啊，程式的话，他问你说要不要样板啊？不要的话，你 cancel 掉就好了。好 ，cancel 它。好，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